大家好，我是阿平，我在台积电担任时下最夯的资料科学家。别以为啤酒、尿布与星期五的资料分析理论只适用于金融和零售业，在台积电也有一群来自资讯和统计的各领域的资料科学家哦。资料科学家被哈佛商业评论选为21世纪最性感的职业，在台积电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？我们是资料矿工，一片晶圆会经过500道以上的量测和制程，每个月产生超过1.8亿的资料。身为矿工的我们，串联多种资料源，从中挖掘影响晶圆表现的关键因子。我们也是资料警探，根据资料矿山中各项记录交叉比对，循线追查造成晶圆问题的原因。我们还是模型建筑师，充分利用多元资料建构各式统计分析、机器学习和影像辨识模型，成功帮助产线主动出击，防范未然。除了矿工、警探和建筑师，我们也是资料艺术家。晶圆厂工作步调紧凑，将分析结果资料视觉化，也是我们帮助工厂迅速解决问题的必备能力哦。在台积电，我们有完整的资料平台、完善的分析系统、完备的平行运算能力、完美的影像技术，定是您实现巨量资料分析梦想的最佳大平台。